烟胡作为古玩的一个品种，历来都受到收藏家的喜爱。从历史的角度讲，它以实物的形式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些人的生活习俗。同时，鼻烟壶所用的材料和制作工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水平和人们的审美观念。鼻烟壶的材质、造型和制作工艺多种多样。从明代开始到民国早中期为止，出现了许多精致的鼻烟壶。这些鼻烟壶作为古玩品种之一，受到众多收藏家的追寻和喜爱。三五百年以来，中国的这个鼻烟壶在有它很特殊的地位，它的量也很大，那么在收藏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收藏，全国收藏各种鼻烟壶的收藏家也不少，它的收藏地位也十分突出。因为鼻烟壶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所以它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作手法以及不同的形制来体现它的独特性，所以鼻烟壶种类十分繁多。这个名贵的材料做的鼻烟壶价值也有上百万的，也有几十块钱的。这是一件清晚期的铜台珐琅鼻烟壶，里面呢它是用铜哈制作的，用铜制作，然后在上面加上搪瓷。这个鼻烟壶呢，它是引进的西洋哈，画的是西洋画。边缘哈，它是用的就是蚕子帘，中国人哈传统的那个蚕子帘。这个在市面上的卖价大概要3000左右。这件呢，我首先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天然水晶，在里面镂空过后哈、做内画，然后专门的画家哈、内画画出来的一件作品。它这件作品呢，也是专门用来收，就是装鼻烟壶用的。这件鼻烟壶呢，也是达官贵人一般才能用上的，在市面上这么一个瓶啊，大概要卖到10000左右。由于鼻烟壶的时间不长，就几百年，数量虽然很多，但是现在能够存留的，就是说有够年代的鼻烟壶和工艺精美的鼻烟壶，用料很名贵的鼻烟壶，存世量也很稀少，也是藏家一直所追求的一种很珍贵的藏品。这是一个水晶的内化鼻烟壶，这种黄色水晶用料十分名贵，内化
也很漂亮。那么现在就是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幅画内画的是否是名家所画，如是名家所画，那么这个蝙蝠价值都在50,000元以上。这是一个奇石的蝙蝠，主要是体现它的石纹的形状。这个是清早期的，它价值在3,000元左右。这是一个铜的蝙蝠，用铜皮敲打成型，做工也十分精美。说这种形制的蝙蝠也很少见，但是材质用料比较差，所以铜，所以它的价值不会很高，大概在3,000元左右。这是一个琥珀的蝙蝠，这个琥珀料很好，晶莹透亮，是个清代的一个清晚期的一件作品，整个图案十分精美，雕的是鱼桥根牍，而且品相完好，无破损，所以这种蝙蝠它的价值在80,000左右。这件是十分难得的一件蝙蝠，它的用料是用一种叫做红宝石的材质，硬度在8度以上，而且雕工十分漂亮。它雕的是龙凤图案，这件蝙蝠一是用料名贵，第二是雕工很精美。小巧精致，颇有方寸之间大千世界的风韵，尤其是材质名贵、画工上乘、雕刻精致的鼻烟壶珍品，在古玩市场上也是不多见的。鼻烟壶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载体，它既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玩中的无所不在。古时候，人们将秤锤和砝码称为权。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各诸侯国的度量衡有很大的差异。秦始皇统一之后，实行统一度量衡，对权的重量有了严格的规定。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沿袭秦制，
但在泉的造型上，各个朝代也不尽相同。泉有铁质和铜质两种，通过这些泉可以了解到度量衡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同时泉也展示了中国古代金属铸造业的工艺水平。砝码在中国啊，就流传历史的很久了，因为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从那个原始社会到陆地社会的交易的时候就已经采取计量的东西了，所以这个砝码呢也就流传了很久，早的有秦泉著名的东西，秦代的那种就秦始皇统一的时候用了专用的一个就秦泉，从那个时候的砝码对于要求的很严的，全国要统一，也就是这个砝码的流传的历史是挺有价值研究的。这就是一个仿秦泉样式的铁的泉，连峰就是清代仿的，这个泉就合理出来的，保存的还是算比较完整，市场的价钱现在也就是400块。这是个铜泉，宋代的，这个泉就是标准的那种宋代的造型，一般的那种泉现在流传下来的比较小，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它品比较大，是用金铜铸造的，重量大概有450多克，保存的非常的完整，现在市场价钱这个就2500块。这是一个铁泉，流传于四川的宋代，四川当年因为铜的稀少，很多物体都是用铁来铸成的，这个泉包括也在其内，市场现在这种东西保存的也不多，还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只不过现在市场的价钱定位很低哈，远远没达到我们预想的那个效果，现在市场也就是350块。这也是一个铁圈，它一般都是由官家规定的形制规定的计重的重量，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就叫做铁泉。这是我当年收藏的一种砝码，小的只有1克来重，大的呢有400多到500克的一个的，全部是铜制的。古代这种砝码用的是一种计重器，它的造型有分了很多种类的。我收藏的这一套呢就比较齐全一点，基本上都是仿那种鸳鸯造型。只是它重量的不一样，铜质都非常精良的。像这一类砝码的造型就是麒麟带瑞兽的一种，造型不一样的，我还收藏的有那种一个象，还有一个羊子的那种造型，一般都是以动物的造型为准。这种造型呢，一般在中国的西南盛行于宋代时候。
这是一种造型稍微有一点差异的，也是关注的一种铜犬，也是青铜铸造，官家对它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三个砝码就是属于铜制的，民国时期的那种记重的砝码，上面有的有款式，有的没有，有的甚至还有连号，还有什么公司的号码，一般有款的有号码的市场价值要高一点，没有的嘛也就在100到200的左右，有款的呢是大概4-5倍。这种就是明清时候一种铁的计重器，造型呢它以中国的那12生肖以动物为准的，沿袭了古代的以动物造型的砝码。清代这个计重的这个要求呢就不太要求的那么严格，因为民间也就开始补充官家的不足，开始铸造各式各样的那个造型的，有动物造型，有中国的12生肖，材质呢也有铜的铁的。这个小的砝码就是一般那个象牙秤，民国时候的那种象牙秤，现在也叫那个秤砣了，还是铜制。现在搞砝码的人收藏的也逐渐的多了，不过从我们来看这个现在的市场价值还没有完全被认识到，因为年份和它的研究的历史来说，还有中国的计量的标准来说，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像现在这种预售的砝码，现在市场价也就1000。不过在我们来看，宋元时候的年份这么长了，从价钱来说还是很低的，应该说前途无量。权的使用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久，它说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与发达。犬在古玩中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品种，但犬所具有的信息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制度演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银元宝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从唐代开始至民国中期止，共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银本身就是贵金属，银子作为货币进行流通，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史上都出现过。银元宝在造型上主要有翘宝和圆锭两种。在如今的古玩市场上，银元宝也是一个被人们普遍关注的古玩收藏专题。银元宝的收藏价值除了它本身的重量之外，还取决于它的铸造年代。元宝在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穿心银锭是从唐代开始形成，以后
每代都有不断的发展，它作为辅助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从元代、明代、清代到民国，作为主要货币进入货币流通领域，到民国22年终止，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手上的这个银元宝是标准的清代翘宝，50年的元宝，现在在市场交易中它大概值10000元左右，这是一个普通的50年元宝。50年的大元宝，它熔铸的工艺是比较简单的，它当时是用阴水融化以后倒到贴膜里面，然后两边一倾斜，它这个大翅膀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市场上50年的大元宝有新做的。元明清三代是元宝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的商品流通都是以银两计价，也就是银本位制。什么是银本位制？就是以银子的重量作为计价单位。比如说当时2两银子可以买1亩地，我手上这个50两的大元宝可以买25亩地。我手上这一枚是小元宝，也是10两锭。它主要产于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山西、上海、陕西、甘肃都有，但主要在四川。10两元宝的重量在350克左右，它的银的价值在600多块钱。那现在普通的10两锭就700-800。我手上的这枚10两元宝，它一边是八线，一边是地钉。八线是地名，也就是熔铸元宝的地方。地钉是它的用相，它是地税或人口税的合并的一种称呼。当时把地税或人口税收集起来，熔铸成10两的定型产品，然后上缴入库。我手上的这枚10两小元宝是宣统元年的，这边是建恒竹生，建是建民，恒竹生是人民，下面是遂宁县，这是地名。这边是宣统元年，这是四川10两的三牌子的元宝。为什么匠人的名字要打到元宝上头？因为这个匠民匠人他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相当于现在的技术支撑，他打了他的名字，这个元宝的成色重量他都要负责的。匠人的名字打到钱币上，这也是银元宝的特点，只有在银元宝上才会有的。
手上这枚喜字锭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漂亮，它是清代的。它当时为什么打喜字锭，主要用于祝寿、结婚等喜庆事发给大家的一种礼品。它的价值现在在市场上大概在1000元左右。这枚是云南的朝定，主要生产在云南，它的年代是清代的，它的市场价值在700-800块左右。这种小定它没有个标准的重量，有大有小，一般在流通领域的话都是以重量来计算的，用秤来称了它多重，再来计算。元宝在市场上现在是比较少的，从1933年废两改元制度以后，库存的元宝基本上融化做银元，所以保留下来的比较少。收藏元宝对收藏家来说，今后增值潜力会非常大的。作为流通货币形态的银元宝已退出了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成了收藏家手中的古玩之一。从这些银元宝身上，人们可以领略到以银本位制进行商品交换的历史风貌。庙画是鬼神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主要用于巫师或教徒在做法事时营造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十殿阎君图是常见的庙画之一。中国民间传说将生死所在之处分为阳间和阴间，阴间由阎王统辖，共分十殿，每座殿都有一位阎君，掌管不同的阴间事务。十殿阎君图所描述的就是阴间十殿的情景。十殿阎君图所表达的观念，展示了人们惩恶扬善的道德思想。庙画是中国古代民间绘画艺术，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庙画的起源应根据壁画而演变而来。自从佛教引入中原以后，在我国唐代广为盛行，那时的佛教、道教两教兴旺发达，庙画是根据当时佛教、佛道两教在民间施法做法而用。因为在施法过程中，为了渲染和营造那种森严庄重的气氛而诞生的。庙画主要按因果报应、惩恶扬善、
是否施行超度亡灵为特色。庙画主要是在施法时为营造一种气氛而使用的。庙画主要的内容题材是引导人们行善积德，像这幅十殿阎君图，它主要表现题材就是在你生前啊，一个人做了好事，他就有一定的好报；如果一个人做坏事，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这就是说我们中国所说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吧。像这张画的主要表现，就表现在这些，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对不对？由于他贪污行贿而受到了严惩。这幅画画面还是相当精美的，完美的一套十殿阎君图是很难得到的。十殿阎君包括秦广王、出江王、武官王、阎罗王、殿城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中帝王、转龙王。十殿阎君下设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层地狱。古时候成套的庙画基本上都是通过开光施法加以修正的，像里面的原料有些它采用鸡血，有些属于是极少部分，有些属于人血，它为的就是正邪辟邪而用的。像庙画不是所有人都能画的，它必须跟佛家有缘，跟道家有缘才能画庙画，因为画庙画是一件很神圣很庄重的事情。当时在庙里画的这些匠师们也是从民间的绘画人才当中逐个筛选和挑选出来的，所以说庙画不是一般人都能画的。画庙画的人的功底是相当深的，你像这幅庙画人物造型相当生动，像庙画的画工们画好一幅作品以后它是不准留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些画是让人们朝拜的，如果留了名好像朝拜他个人一样的是不行的，这个也是庙画的特色之一。
庙画目前在古玩市场上的存世量是比较少的，像一张好的庙画在古玩市场上的价值也不是很高，因为庙画它跟其他的画有很大的差别，其他的画可以在装饰，可以在房间起个装饰效果，庙画不行了。庙画它属于是正邪、压邪和超度亡灵等其他鬼怪的事情，所以说庙画不常被挂。由于这个特色，庙画所以说在古玩，现在在古玩市场上的价位不是很高，但是我相信朝今后走，庙画一定有很大的升值潜力。庙画为什么存世量比较少呢？因为庙画是很难保存下来的，由于当时的和尚或者是道士为了出去做法携带庙画，庙画在这种风吹雨淋的情况下，它的完整度和成套度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完整的一套庙画今后的升值空间是特别大的。庙画是古玩市场上比较冷门的品种，它作为宗教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民间有关神灵的思想观念。庙画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十殿阎君图是庙画中最常见的作品。从十殿阎君图的创作思想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所崇拜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古时候巫师或者宗教教徒做法事，总要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于是他们就把画有神灵的条幅挂在周围，起一种镇邪扶正的作用。这些条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庙画。庙画的题材很多，这里展示给大家的是十殿阎君。阎君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冥界的神，负责对人一生的最后审判。庙画十殿阎君图所表达的道德思想是惩恶扬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大家知道唐卡它也是一种宗教色彩的题材，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庙画是我们汉族人的一种唐卡，唐卡是西藏人的庙画，应该这么讲。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的内容题材极为相似，用途基本上大体都一样，都是为了迎合这么一种宗教色彩的气氛。像我收藏的一系列庙画当中，像这幅庙画，它就反映了中国典型的神话故事斩龙台，虽说它是一幅佛教庙画，但是我们大家可以从这幅庙画当中可以看出佛教跟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过程。
像这幅画，它采用的也是重彩工笔，它的画法是相当细腻的。你像这个十殿阎君，像这个应该是广利王，它的颜料是用当时的矿物质所绘制，像红色它一般是用朱砂，像这个蓝色它一般是用石墨之类的矿物质绘制出来的，所以说保存这么多年，它颜色一样的鲜艳。像庙画它也有优劣之分，像一张好的庙画，它的画工是否精细，它的题材是否有代表性，它的色彩是否鲜艳，它的整个画面是否完整，都是判断出一幅好的庙画是否价值高低的主要指标。这是一套我收藏多年的清代中期的阎罗十殿图，它的珍贵之处在于，它除了有传统的道教内容，上面它又隐约出现了一些佛教的人物，这个也可以充分的证明它佛道在逐步融合的一种过程，而出现的绘画艺术内容，它的品相保存还是比较完好，数量整齐齐全。能够有如此品相和尺幅的完整这样一套庙画是很难得的，目前它的价位应该是在10万元左右。收藏这套庙画，我用去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及不菲的价格。当时这幅画是在一个村镇里面发现的，前后去了3次。由于主人也比较喜爱，一直在价位上没有和他达成一致，再加上他也经常有事要出去，他的家人又不可能做主，所以费了很多时间，最后他被我的精诚的执着所感动，他把他心爱的这套庙画让给了我。这个就是当时让给我在他家里面拍摄的原始状态的照片。收到以后我欣喜若狂，回到家里面我请一个非常好的裱工的朋友帮我仔细的揭裱修复和润色。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个画，就是我经过精心装裱还原它历史面貌的一套非常珍贵的艺术佳作。通过收藏宗教庙画，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货物的
匮乏、寻觅的艰辛和精品的难得，同时也感悟到祖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希望有更多的收藏爱好者和有识之士能够加入到这一行列里来，共同保护、整理、研究这一祖国的宗教文化，使之能够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十殿阎君图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十殿阎君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善恶的区别和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是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紧密相连的。在十殿阎君图中，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人要受到惩罚。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做得好的人会受到表彰。作为民间神灵崇拜表现形式之一的十殿阎君图，他所主张的惩恶扬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佛教绘画是宗教绘画的一种，它的出现在中国绘画史上已有2000年的历史。佛教绘画的题材一般都是佛、菩萨、罗汉和佛教故事。佛教绘画历史悠久，通过这些绘画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念。同时，佛教绘画作为一种绘画艺术，它也呈现出各个时代的绘画风格。因此，佛教绘画也就成了古玩收藏中一个令人关注的专题。宗教绘画它是和我国宗教的发展、兴起以及传播有密不可分的这种，在宗教的绘画里面呢，它以宗教故事、宗教人物为多。我国是佛教和道教并存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国度，在佛教、道教里面呢，都有大量的宗教绘画。这是一堂清代中期的三世佛庙，三世佛在庙画里面是不多见的。这堂庙画它保存很完整，色彩鲜艳，没有修补，品相应该上乘，画工比较精良，它的尺幅比较大，这在庙画里面也是不多的。目前市场价位应该是在24000到25000块钱。
这是一张清代中期的庙画，庙画的主佛是韦陀将军。韦陀将军大家都知道是佛教有名的护法神，他同众多的道教神仙在一起，这种内容在庙画里面是非常少见的。这个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两大古老的宗教佛教和道教互相兼容的有力的实物证据。由于它的内容奇特，所以它存世量是相当少的。它的珍贵也就在于此，目前市场的价位应该在12000块钱左右。这是一幅清代中期的庙画，它是有名的佛祖和他的两个弟子阿难和迦叶，他的绘画比较饱满，色彩比较艳丽，尺幅比较大气宽大，品相比较完好。像这种画目前市场价位应该是在10000块钱左右。宗教绘画它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佛的故事。宗教绘画里面呢，它借鉴或者说互相学习了一些其他流派的绘画艺术，比方说壁画以及传统国画里面的工笔重彩以及其他的绘画技法。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各教派的历史人物，有名的宗教故事和宗教的教义，这样的为弘扬宗教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一幅清代的宗教题材的绘画，它画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宗教绘画里面比较少用的，或者说比较少绘制的一个菩萨之一。他曾经在佛祖面前说过：“地狱不空，永不成佛。”地藏菩萨出现在宗教绘画艺术的作品里面呢是不多见的。这幅绘画它旁边有绘制这个宗教题材绘画这个人的落款和印章。由于历史的原因，落款已经被残损破掉，只有一枚印章。但是这个绘画它的整个品相还是不错的。保存如此完好、内容如此奇特的宗教绘画，在目前也是很少见的。这幅宗教内容的地藏王的绘画作品，在寺庙里面呢，一般是作为陈设之用。它的品相还比较完整，内容也很独特。目前估计呢，它市场价位应该是在8000块钱左右。
这是一幅清早期的佛教题材的释迦牟尼画像。这幅庙画它体现的是一种庄重森严的感觉。为什么说这张画它属于清代早期作品呢？这幅画的纸张它是用的是清早期的竹麻藤椅纸，这幅画的腐蚀度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人为所这种造就出来的。整个画面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佛教绘画在表现手法上一般采用的都是工笔重彩的方式，给人一种端庄严谨的艺术感觉。佛教绘画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绘画是以道教神仙、道教故事为题材，宣传和弘扬道教教理教义的美术作品。道教绘画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尊中国古代大哲人老子为鼻祖，奉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为圣经。道教发展到近现代时，其神仙体系几乎囊括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所有神灵。道教绘画一般悬挂于庙宇之中，或者道士做法事时挂在道场周围。庙画由于它是宗教法事一种烘托气氛的一个绘画内容，所以它的存世是非常少的，它在当时就是有很大的公观庙宇才能够所有，不是一般的小庙宇都能够拥有的，所以至今它的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特别是成套完整的和技法比较优秀的是更少。这个就是道教的三经图，这个是元始天尊，这个是灵宝天尊，这个是道德天尊。三经图在道教的庙画里面是最常见的内容，在庙宇宫观里面也是供奉最普及最普遍的神仙之一，它是道教的最高神。我这套三清图是清代早期的，它保存基本完好，绘画流畅自然，用色用墨都恰到好处，人物神态极其准确自然，在庙画的产品里面应该算是上品，它的价值大概18000块钱。这是一张明代的众仙图，它是绘制在布料上的，
绘制在布料上的道教庙画应该是非常非常稀少的，它的内容还是按我们道教的教义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除恶扬善，这种道教比较典型的内容。它的珍贵程度在于，第一个它的尺幅很大，这个大概有2米4.5长，有1米2到1米3左右宽，这么大的尺幅的庙画我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年没有见过第二张。这个在目前市场价位应该在8万左右。庙画的绘制借鉴了我国古代壁画的一些技法，它所绘制的内容多为宗教内容，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它绘制的颜料都是天然的矿物颜料，色彩以反差比较强烈的红、蓝、绿、黑为主，给人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这是一幅清代早期的庙画，它完整成独立的内容，这种在庙画里面比较少见。它的绘画极其工整细致，人物栩栩如生，画面饱满，色彩强烈，对比反差极大好处。它的描金部分以及它的胡须的绘画都能够体会到当时绘画艺人的高超的宗教功底和娴熟的绘画技法。这幅画目前市场价位应该在5到6千块钱。庙画的优劣，它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判断：第一是它的年代，第二是它的绘画内容。